鱼吃起来没有离性啊，没什么东西的。市场的供应那个鱼呢，他们是吃掉的，他们是一年就达到五六斤，我这个两年才那个三四斤，所以这个鱼周期长，他就割草给他吃，那个口味啊都比较很好。一年起鱼估计在六万斤到七万斤样子，产值一般来说在二十万左右吧。给村里面把这个鱼塘全包给那个个人，是年底老百姓分红，70%给老百姓分红的，还有30%是作为村里面的那个集体收入的。看视频上澎湃。